一出电梯就是你家的电梯大堂。厨房位于大门右边，可直通后庭的平台，厨房更设有简餐区域，配置浴室的保姆间，足够两个人居住。其中一间房为衣帽间，客房视野开阔，配置双门衣柜。客浴室装修达五星酒店级别，孩子的房间可以直达平台。套房的浴室配有浴缸，主人房景色太美了。干湿分离的设计，配有按摩淋浴花洒及浴缸。客厅外是深湾游艇会，今天这套大平层实用面积大约170平方米，带前后两大平台，位于香港南区的海岸线上，南区左岸，海天一色的美景豪宅，你喜欢吗？